系咯，都唔紧要，我哋而家自己换灯胆。究竟呢一只灯系边我可以买到嘅？头先多啦嘛，见唔到。快入去，咩都咩。黐线，劲紧多抽锁匙。蚂蚁搬家是不是啊？蔡海好，再下好开心，你弟喺度捣乱，搬床褥呢，如果要搬的话一定要留下个床袋，那就到时搬呢就会舒服啲啦，咁啊，除非你系 call 搬运公司啦，咁样就应该啲钱包晒噶啦。咁我哋咧穷得滞，冇请搬运公司，咁就靠朋友自己搬，咁就要留定呢啲袋。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做结婚相，嘟嘟啦，呢度就有种感觉真系咧。就是一年前我哋入嚟嗰阵时都系咁样嘅，嗰阵时呢条友咧，佢都仲未识得爬，仲未识得擒啊，应该系识爬，未识企。一搬到过嚟之后咧，过咗冇耐咧，就已经识得扶嘢喺度擒嚟擒去。而家你睇下佢痴痴地线啫，而家喂喂，好啊，咁啊讲埋先啦，即系譬如嗰啲灯泡有啲坏啦，有啲清洁上嘅嘢啦。咁呢啲咧，我都唔知係咪應該叫個 landlord 搞，定係如果個 landlord 搞，我哋會再耐啲。可能係一啲溝通上，我又怕麻煩啦，或者係唔識點樣溝通咁樣咯。咁所以就自己換咯。咁同埋咧，屋企咧有啲燈係冇嘅，即係有啲燈位咧係冇嘅，咁就要再。額外買燈呢啲就係咯，咁但係整體上其實淨係呢一啲咧，暫時發現到嘅問題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咁啊，仲未清潔曬嘅，即係都仲未搬曬啲嘢入去，未正式認真研究一番。咁啊，之後再講。再見，再見啊！不过听日应该都再嚟嘅，不过咧，照欣赏下最后呢一个嘅风景。再见啦，再见啦，再见啦。做咩唔开？最开？做乜嚟噶？最开，你记唔记得你之前都喺度咁样瞓喺度噶？跟住就系冚爆咗，就喺嗰个角头度冚爆咗。是冚爆下爬，好似系咪啊？跌上唇啊！我唔记得咗啦。总之佢嚟到第二日啊，就行下就好似冚爆咗。咁就一年啦，咁就一年啦。嗱，咁咧我哋就做咗个 move out 啦。唔系，听日先做嘅。咁我哋今日大清洁，家你又就踩落去，走啦，走啦。走咯 ，clean and clear， 唔系讲少啊！再望多次，其实呢个景都真系几靓噶，哎呀，有啲唔舍得添，有啲唔舍得啊，点算啊？个露台劲大啊，又长，哇！浮夸仔。
八八八，系啊。好啦，走啦，坐开，走啦。拜拜，拜拜，坐开讲拜拜先啊。哇，而家识调添啦。拜拜，拜拜。唔好踩污糟晒，哎呀，得啦，即系识调啦，哎呀。剛才做了個 inspection 已經被人說呢，即是這樣算是 dirty 的了。跟著這支漬要抹到令立立，因為呢其實原來主要它是想即刻可以有人住到，是立漬啊，即這些呢都看到是有些 dirty 的，其實這樣拍是看不到 dirty 的，即可能這些 dirty 呢咁樣咧啲積咧，咁就佢話唔好咯。佢話係 suppose 咧，俾人咧係即刻住嘅。嗱，呢啲咁拍片可能見得到，呢啲拆呢啲積咧要拆咗佢喎，就係咁樣咯，都幾煩喎原來。跟住就佢話呢一啲咧，見唔見到有啲咁樣嘅灰啊？咁樣嘅灰咧係要總之捽咗佢冇咯。玻璃片啊？係啦，玻璃。係個仔。跟住就有個仔啦，個仔嗱呢啲咧撲街。這些孔呢就要立即抹走它了，他建議我們買這些去拆那些拆靚的浴缸具，即結而亮應該是 Before 即這樣都是 dirty 啦，都 dirty 的，都 dirty 的，但是呢即這些都要留意啦， Before 啦，這些這些積業啦。跟住咧，佢話呢啲邊咧，呢個屋頭呢啲咧有啲塵，你唔可以咯，因為佢真係 suppose 啲人係即刻入嚟住咯，都 dirty 咯，好啦 ，dirty 哥，呢個要拆出嚟搞。Later， 好好 after 都已經盡曬力嘅呢啲，咁但係呢啲應該係要靚仔啦，係咪啊？靚仔咗好多啦。是不是 ?OK? 不要不收貨啦。而家新嘢一樣好。OK? 而家再去睇下得唔得。染檸檬豬可以鋪你出嚟啦。拜拜。咦喂鎖匙喺邊估唔到呢間屋都有得西斜，出去睇下睇下個景先。哎呀，太陽伯伯，啊 ，OK， 繼續清潔。準備好 BBQ 未？好，今天又不知道第幾天在搬，那就開始要運回曬啲 storage 平移過去新屋。那新屋的 lock 架呢是很明顯是小過現在的很多，那所以呢就大件事啦，是啦。那之前都買定了啲 BB 床俾小 B， 那這個 BB 床是偏大的，就之後可能要換那些小一點的，因為呢實在呢是沒有位置啊。唉，好，那我現在搬啊，現在以前揮霍啊，二手鋪60元撿到便宜啊，那很開心啊，現在就要搬埋去，應該放了它，唉，是但。哇大佬啊，真是呢，現在這個 lock 架是很大個咯，我們那個很小個而已，好像跟這些那麼小而已，這個起碼闊一點，我們那個好像只斬一半深一點這樣咯，唉，即是如果想省錢呢就要用時間去買搬家。個廁所很臭，所以呢現在要拆了個板呢清一清那些邊，哎呀真是一個很好的住戶啊，跟住就再清一下洗一下，
佢就喺度洗緊，洗緊呢個叫做咩啊？雪櫃冷笑話。我屌你姐！我屌！呢個係蘇打粉加醋嘅清潔方法，好似都幾有用。呢個係黃色喎。而家系谂住加个灯掣，加盏灯上去，即系顶佢个肺，我净系搵到啡色。咁究竟黄色喺边咧？即系研究下先，定系隔篱嗰个黄色咧？睇下先。哇，大佬啊，点啊？黑啡摆埋一齐，顶你个肺！真系边条打边条啊，咁样。哦。搞掂啦！OK， 雪櫃都清到七七八八，咁但系咧呢啲冰咧就真系要搞好佢，整走啊！住舊屋的壞處就是要清潔埋呢一啲，我都仲未影嗰個洗衣機，唉，即係一條影低喎呢啲，哇！頂你個肺，乜嘢嚟㗎？唉，你清緊咩啊？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啦。千祈唔好咬喎。最多我另名面，我喺个 mon 度睇啦，我隔住个 mon 睇得啦，好多头发。哇！哇！咩嚟噶？铺整啲屎都好似冇污糟喎。哇呀！挖晒晒，唉，屌你老母臭閪！扭唔扭到成嚿嘢出嚟？唉，我唔知啊。哎呀！呢个就系七年左嚟嘅。哦，哇！好多头发。哇！哥哥有揭唔开唔起，而家就话佢扭唔扭佢出嚟。唉，真系唔使拍啦，走啦。补翻呢啲啦，冇晒噶啦，好彩都叫做识少少啫，真系。跟住换翻个。乜嘢啊？唔出去啦！我唔出去啦。大清洁，清洁完嘅玻璃，未清洁嘅玻璃。我想讲咧，如果唔系 move out 咧，个 inspection 咧搞咧，我都唔知原来咧。要 check 有冇呢啲塵咯，呢個係乾衣機。如果你哋 move out 或者 move in 咧，是但啦，唉 ，check 下呢度有冇塵啦，唉，唔識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咪下次識咯，勁污糟。幾污糟，真係污糟啊，大佬。嗯，好多尘。你睇拍个仔，拍个仔又做紧啲乜嘢？吓？你要做乜嘢啊？搞破坏。又唔帮手执屋。记录一下，今日系第一次喺呢度起身翻工。其实都好嘈噶，其实佢呢个 sky train， 不过就系咯，呢个就系朝头早嘅景色啦，闩埋咗个帘瞓觉，对面系地盘，唔知。
知一至五系点啦，因为我哋搬屋嗰阵时都系礼拜六嘅。OK， 好啦，呢度就系我哋嘅新屋啦。翻工，啲嘢都未执晒。都话有阵雨嚟紧啊！哦，呢度系有太阳嘅。这个真的要讲一讲，顶佢个肺啊！呢一个新屋，新屋记住咧，如果你要 active 肥咧，嗰个网络啊，你起码要早五日啊，黐黐地线嘅。佢而家话我话今日 active 肥啦，个 account 我 suppose 谂住佢今日点样都会俾，但系俾咗个 router 我噶嘛。佢同我讲今日 active 肥，今日先嚟计，今日先嚟 send 个 router 过嚟咯，黐黐地线，我要等五日，我要等五日先可以有个 router， 黐线啊！玩嘢啊！顶佢个肺啊！